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哎，调皮，嗯，你咋？我觉得啊，我印象当中这个摩托铁啊，那个哇，这一只啊，你为什么要猜这个？小时工肯定去买过，会吗？我是觉得不会啊，他这个想把它弄漂亮一点啊。印象没有记错的话，它应该是在里面，所以这段门板都要卸啊。啊，要拆门板了，就为了拆这一条？对啊。一般都是这样收几条，哇！假设这样收几条，再收几条。嗯，啊，这个他没有办法锁，有没有？他没有东西锁啊，离太远了。假设这个是平的，在你这个有可能就是拔螺丝。嗯，结果所以现在天就让他干不完了。对的，我跳一个，跳几个你就上样了。哦，所以现在是科比传教士。耶、yeah, ！我先猜了，先有跳门阿邦啊，没有？他设计这个方式真的是跟人家不一样。啊，听我，就你啊，听我，气囊来对我，来对我收东西，对吧？你知道为什么要锁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但不然气囊断出来，那边门帮了推出来啊，对不对？啪！啊，你怎么手都断了？哦，被门板弹到了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我以为是比较那个弟弟他们猜一下就好了，结果是你自己要猜。我懂啊，没人会用跳，这不好跳，这鬼拢爱跳过啊。连听这喇叭盖哇，接的拢爱乱。有啥物能讲高级车？查你倒另外，人家这个你看，虽然是银色没错，可是人家是包这个包起来。嗯，你包给看无？足水的。好、哦，我还要，我没有记错。这个就厉害哦。这个是什么？把手啊，边门的，这是惊歪啊，歪了就是哎，拍起来哇，人家装起来了。哇塞，危险！电摩开嘛吼，这是气囊针，这个是要手脚并用。你知道为什么要拔吗？为什么？这样看是正常，这样看吧。嗯，拔，这样你就知道后面的。我感觉吧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这个东西要锁那么多东西？对啊，有锁啊。这个要，这个也算吗？对啊，都是啊，三这个啊，一二三，好像冰块吗？跳了，怎样、啊？这个那一个不是，那一个是这个喇叭的钢，如果硬拔都坏掉，这个不能硬拔，这样卡住就卡住了。钢、嗯、门就是这样拉。钢门，刚刚那个门呐、啊，奥利奈，我姐姐要压把来，你去这里压，就可以拉啊。不是啊，你要压，压住哇，压住就起来了，对吧？如果要装这个门，这个要先装到门上面，弄好下来，它刚角度这样、嗯、对准下去，有没有？没有收螺丝啊，另外，然后你先给枪诶，我先倒诶，对吧？这样才不会不见了。前后可能不一样啊，左右其实都一样的。上提，你知道什么时候最难拆吗？什么时候？哎、欸，车子在旁边的时候。因为有时候你不敢用力啊。这边线只有一条。对啊，这边就没有气囊了、啊。一后边是 A B C 柱啊，你啊。你还没听你怎样要倒的？不知道嘞，不离机啊，自然而然你就会装了。哎、欸，哎、这个跳到爽碎耶，正常要这样啊。所以只要拆这三颗呀？对啊，很多哈，久了时间一久啊，你这样一转啊，太急了，被他呢，哇，嗯、一直蹬一直蹬，按着爆米落来啊，啊，他这个卡得住啊，哇，是拿去的时候这个都要拿下来，嗯、没弄没理，这碎了嘞，再换下一个，这个不行，他已经挂了，一下转啊，变空转空转的怎么办呀？投资理财总是有风险的啊，这个就是风险的啦，这个半期，哇，准备开。瞬间加对啊，哦哦哦，好在不倒够大粒啊！哇，两条哎，还是这样派的对啊？没有，其实这个还好了，这个把它锁回去就好了。嗯、这个就真的断了，下次弄要小心翼翼。这如果要烤漆，刚好顺便都可以拔起来了，这简单的用好啊，上困难的加嘛，最困难的差差别了。这个叫什么你知道吗？如果有人猜过，我们就比较好猜，因为脚断光了。啊、可是他不是拆过，然后脚断掉，他是用粘的啊，一样啊，你拆一拆就断了啊，就这里有电线而已，就起来了。我现在还不晓得怎么拆，感觉快起来了，起来了，耶、yeah, ，那个旋转嘛，这，轻的，耶，有没有？照理讲这里要起来了，用力起来，你看，这到时要搞多啊，哦，哇。哦，再三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后面就没空，好像天主主车车了，哪里？
哎、欸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我知道，可是起来那里看到，到底是丢还是丢？叫两支卡，唔知猜到，暴力就对啊！暴力，这个，这，对啊，就按呢，我感觉挺矮嘞，这副级，这正级。哇，这正极，这副极，嗯，哇，这两个是点火。对，小长，这块板啊，要怎提出来？这个不能拿去沾水嘛。等一下，我们一些东西都要分解啊。走吧，我们去办公室把它分解。哇，这些东西是他们洗吧？洗吧，我这个呢？是他们的吗？我猜是的，这个是不正确的，这是一字起子的。我说明一下，叔叔是有练过的。你看，哦。小姐，你听没有？老师，我说老师，安得起啊？这个不要把那个开车要电灯，是吧？再回去就是要分解。你看，这都有那个嘞，应该料号吧？这每几个材料都有料号，好，全部拿去分解。哎，你好，我是机器人。我今天来解释，这个都要拔下来，要来去水转印。我们怎么样从跳水的丢啊？这个都要拿掉啊！擦得越干净，它做得越漂亮啊！我们挑比较简单的先弄，很简单嘛，无嘞，就米连个弄，无讲我简单的。一句问题擦落去嘛，对吧？擦在这里，这个就起来了。好硬啊！等一下，我再看一下。好像没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嘞。给我出麻嘞，灰熊的麻嘞！啊，等下把这个要擦掉，不然这个怎么转？哇，弄到惨了，好没有成就感哦。看，太赞！为什么？它不下来啊！什么东西飞出来？被我压断了，抓塞！这只脚啊，要把它粘住。来、啊，看细节，看细节，看好脆弱、哦！啊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看似简单，可是就是、拿不起来。它这个是一个扣一个。对，它是环环相扣。对，想偷懒都不行。哦，有记得呀，就是这一个扣子而已啊。套规拍者阿鲁规啊！哦，无灯啊，好加载，到时可能无人摇倒啊！有铁的这个没有关系，它下去印不是连这个也一起印的？没差、啊，你看不到啊！泰山啊，没那丑，好好好，暂停，换这个，这个刚用过了，用较简单的好了啦，这是用简单的啊。吴先生，确定？对啊，这个比较简单啊，是吧？因为它是扣这两只啊，这一只撑开。德国人做事有没有？一就扣这个啊，就卡损啊。他都这样反勾啊，这都拆这个真的是要小心。嗯，对啊，如果拆了这个，一般来讲啊，久了啊，这呼吸，你应该把肚子老下喷出来，这啪一喷出来，那就是这块去啊。还顺便要换。这都还蛮漂亮的，这搞不好我鬼啊嘞！你这个好拆啦，在里面的可能是拆不到了，差不多了，剩几个而已。这个我刚做一半了。哦，好羞啊！你这样是困难重重哦。哦，要羞，这真正是好了多好了嘛？还有一个，没了吧？那五，没了。还有这个、哦，一点我听见了对吧？好了，现在我研究一下，不管了，先这样。怎么样？起来了吗？耶！都到这个节骨眼了，竟然。最后两个步骤。对啊，怎么可能被一个真空给击败了？我操！哦，干！怎么哇塞！哦 ，yes， 差一点，好，机器人，好了吧？哦，我只负责把它拆开，好，没有负责把它组装完成。哎，人咧木怪人讲人较贵，这都不是塑胶的咧，像铁的咧。这个蛮爱贴，真爱贴吗？记得，贴起来算两件咧。哎、欸、对啊，以前嘛最厉害，一设计这啊这个，伊就是过这洞嘞啊，你看，安尼，伊洞嘞，都塞起，伊就放下。他上来就勾住这个，就勾住了，啊下来就推一下就开了。这蛮爱跳。猛跳啊！我平胸底啊。好就得啊。好就等啊。你在边那搞？不知道怎么剪而已。就这样啊，风格是这样啊。
这个不能拆啊。对啊，就这样啊。欸、这后边是接铁片的。对啊，迄就是迄个弹簧啊。太赞，我会晓啊，这个甲胶轨哇。胶轨哦。有无？哎、欸，那卡干哪起来？哦。有啊，这所以现在有几件东西要弄。一件嘛，二、三、四、四、五、六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要拆去吗？有啊，拆来去。哦。好了，送完了。人家不给拍了。对啊，人家不给拍，送过去啊，等人家做好完成品再拿给大家看。可能要很久啊。对，要很久，可是没关系啊。这是分享拆那个的影片 ，BMW 530，对，很硬，不要乱尝试好了。对，还是要给专业的。喜欢的朋友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，哈，耶，拜拜。耶、yeah, ，今天要来开箱，这个怎么了？这是什么？五二五啊，是五二五啊，五三零，五二五三零，哇，真的放到我真的忘记了，这大概就是哦，那时候在过年那时候吧，对，拿去水转，然后放在那边，过年前，好几个月了，是什么法式纹吗？我没记得了，还不错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是后面的，这个是点烟孔。哦，这是中间的，中间那个啊，中间的，你不拆哦？我喜欢拆这个。这个比较明显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我们每天开车都会看到的，因为我们往前看，中控台啊。因为这个之前我有去转过，我是转卡泵的。其实水转哈，我们看影片不是就这样，就这一滩水，对啊，好，它就拿这样放下去，哦，摇起来，啊，这样就好了。嗯，其实不是，影片上都很简单，实际上不是，实际上要等起来之后，要放在那边用红外线把它照到干了之后，没有气泡，没有那些才可以喷这个，看一下。才可以喷这个精油，精油喷完它再打个蜡，因为这个东西就拆得越干净，它转出来就越漂亮了。哇哇，有没有？开山都没还头光，我们再倒一灯有没有？我觉得你应该装不回去，装不回去啊！我都忘记我们什么时候拆的。我记得上次拆的时候是冬天嘛，啊，还没过年啊，还没过年哦，现在第二个过年又快到了哎。对啊，好了，把它装起来了。I'm in the big leagues, Tony don't miss me. Ballin' like Houston, ayy, feelin' like Whitney. I need a bag, bruh, send it through quickly. I'm making hits, dawg, like I'm in the big leagues. Told him that I gotta go, dawg. I'm riding a road, y'all. I think that I'm back in my bag now. So I need that go, y'all. Got hits when he throwin' a fastball.Just too quick for it, peeling off like the whip orange. Seen the effort, it's piss poor. I got too much, I gotta tend to. Car payments and the rent due. Told y'all that I'm 6 foot, but with the money stabbing, I'm 10'2. Too much that I've been through, so I put it all in that rear view. Clean money in a black whip. Got old problems with a friend's new. Yeah, I'm in the big leagues. Told her don't miss me. Ballin' like Houston, ayy, feelin' like Whitney. Yeah, I need a bag, bruh. Send it through quickly. I'm making his dog.Like I'm in the big leagues. Yeah, told him I'ma hit it out of stands. I deserve another 100 bands. I deserve another 100 fans. Told him this was always in the plans. I just did it cause they said I can. Blowing euros when I'm down in France. Labels asking how I build a brand. Told him put a check up in my hands. Who got time, no cap. Made a few checks, but they all in the rest. Yeah. 好，大功完成了。这台530教大家水转，对吧？没有教吧？也没有，也算了，教大家怎么拆下来。可是我不会转啊，我会转那就不得了了。啊，人家不让我们拍啊。对啊，让我，因为那个太过专业，怕我们这样一看就会了。最好了，最好一看就会了。就教大家把东西四门拆下来，这样对了吧？拆下来，拿过去，人家专业弄好再拿回来。如果你自己会拆，当然是最好的，你就拆下来拿过去给他们弄，自己再装。不然你，我记得好像都也可以都给他弄，可是我记得好像比较贵。一定的啊，要工资、啊。对，他工资都比较贵啊。对啊。哦，比如说你假设好了，你要把这个 logo 拆下来给他转，他都可以帮你转。嗯。钱的问题而已啊。对啊。对啊。好啊，今等一下太太再补一下画面，就是我们今天做了四个门啊、哦，还有
那个中控台，对，整个还有底那边都有，那边就是中尊中船中控台四个门。好，啊，今天就是分享这个给大家看，哦，这个也是真的搞很久了，从不用戴口罩到现在戴口罩。嗯，啊，对了哈，哦，对啊，影片可能哇那久了哦，超久了，啊，超久了，超久的影片。拜拜拜拜拜拜，好，结束结束。